的机缘。跟公社大师他已经有30多年的资历。那其实这个水晶砖呢，它每一次也都是重达5公斤、10公斤。那大师他都是要很用力的用这个双手去捧起来，以步做高，慢慢的去做雕刻。真的跟大家再次的报告，请你们看看它的这个层次，这水晶是这样子一刀一刀往里去磕的，这个磕到2公分、3公分，甚至5公分，这是何等的困难。他就在讲，他要把那个层次，好像那个雕塑啊，雕塑一样磕在水晶上面，这是很难的，非常非常难的。还有颜色的选择，我刚有跟几个好朋友在讲，他的这个选择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去做的，因为你不同的主题你要用什么颜色去把它给呈现出来。所以他就在讲，他这个是充满着一个力量的一个手，他选择用这种将近琥珀色红色的这种的。